哦，啊，咱感谢副总统今仔日解释，是安怎伊要出来选台北市长，因为之前报道拢无写，咱想讲奇怪，啊，都副总统都好势好势啊，太要聊来吼，原来就是讲因为台北有一个危机，台湾这个危机，所以才要聊出来，哦，所以咱今仔听到足侪内幕就对了吼，当初当初我去看阿边啊，讲实，我嘛无解清楚讲是安怎，叫我去看阿边啊，原来就是副总统伫阿边出来去争取台吼，所以。 点咱地点吼，其实大家若有这个机会沟通吼，这就是好代志。哦，我想吼，啊，我有一个想法啦，就是讲，刘副总统你真注重这个老人吼，送咱这个问题。咱顶回大选进前半年，我曾经甲民众中央敲差不多两三百通电话建议代志，啊，其中我要强调一项，就是老人的迄个长期照护的问题吼，啊，咱因为咱地方的经营，咱是输因忝忝，啊嘛无迄个资源。 哦，啊，我的想法是讲，就是咱即种个县市内底，咱会当来做的代志，应该爱来做，这就是要咱甲人竞争力顶的这个部分啦。啊，我有拢有叫因爱录音，因为我无希望讲是接电话迄人听听就准煞。我希望因会当讲，当来爱去研究这个问题。我的建议方案内底是讲，若会当的话，咱即个真侪企业家因拢走出去啊，工厂囥咧乡，啊是讲咱店面拢租袂出去，吼，这甲装卡迄个老人，吼，老人。 囝仔济嘛，咱有托老啊嘛有，咱有托儿也有托老。啊，我的孙的想法是讲，如果会用的，咱家己好改装做是咱符合健保局的规定迄个规格。啊，养院也好，也是护理之家，因为规格无共款，收费也无共。比如讲，你要去安养中心，你要六十五岁以上去哩，啊，两万五上基本。啊，咱会当互伊两万块左右，你就是替伊咧解决问题。咱无钱买票嘛，咱嘛无钱请因去游览城遐，无遐问题。啊，咱会解决啦，咱学校加出来，因为你即摆少子化，啊，你免去靠中国学生嘛。 吼，咱这中小学一直去，你较大学，咱爱空出来校，咱就来甲改装安尼。咱应天部分的钱卖开，咱落实来做这。啊，你咱乡里内底都会用来经营，你若要选，你一定要转基层的。咱会当安尼，十步左右就来做。有问题先等下吼，大家看伊这意思，啊，咱请副总统简单阿副就。啊，这当然要实施哦，爱牵连足侪代志，经费的问题啦，吼，土地的问题，啊，有遐侪人才，无将来个规划啦，吼。你的意见，你有关心真好吼，你若有书面能资料，啊，欢迎你送互我吼。啊，我当然我有爱去请教一寡专家，我最近就是有伫讨论遮，后摆会规划起来，啊嘛就是到随时爱咱讲议员，你议会爱大大支持吼，所以咧互相来配合吼，谢谢。 好，咱多谢副总统来给咱解释一下，问题，帮伊报复，多谢多谢。废话，副总统动算不？我台北市长动算，李秀莲动算，理事长动算，理事长动算。 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我们要给李秀莲副总统一个最热烈、最感恩的掌声，谢谢，谢谢李副总统今天大驾光临。